勇气就是吼，就是讲，咱咧拄着代志足乱的时阵嘛，足乱的时阵吼，你就是爱冷静，冷静吼，比你讲好啊，我就安尼解决安尼较好啦。足侪人吼，就是讲好啊，豁出去了啦，安尼足可惜的咧。咱讲定咧报残啊，报到底要挂球啊，放火安尼来烧。胃苦烧了了，无采伫咧烤草，啊无采咧种稻啊，安尼意思啦吼。就是讲我们不简单耕耘得来的，一定拄着代志爱慢慢的去处理，袂使一气吼就讲哎，我无爱啊。足侪人是安尼哦，我较早嘛安尼哦，几百个我都无爱，我不高兴了，我都无爱。安尼损失足大个呢。但是我认也没关系啊，我上山过了关系啊，我想要爱遐济，我不要那个欧浪气，你知无？但是我认为这个都是不对的，人拢爱有耐性，哦，才能有成就哈。卖定咧破产啊，到要挂掉啊，啊，着搁放一支火啊，规躯拢烧了了，定定都无吃啊，好啊，好食，无必要食啦，吼、哦，真济人拢是无耐性，所以他所有累积来的劳力啊，拢。做一遍就无爱，吼、哦，那个年轻人大概大部分拢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去注意一下啦吼、哦，来，在真相还没有出来以前啦吼，别把事情做结掉，做结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你遇到代志，如果咧真相还未出来，你还无了解全面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代志。不清楚的时阵，绝对唔好做甲足绝啦。就讲啊，我着绝对安尼，啊无着绝对。这个绝对的字眼吼，较歹讲。你讲好，咱过来讨论看卖啊，还是讲咱过来想看卖呢？绝对要有退路，让自己有个退路，阿妈好，别人有一个退路，安尼对无？大哥对吼？好、哦，对哈、哦，所以做绝啦，迄、那个代志都无法度搁再完成啊啦，无法度搁开始啊，哈、哦，就没有了哈、哦。来，凡事一开始就无往不利，无所不能，而没有警惕，终将遇到困难重重。就是讲，你那是。一直拢作顺呢，就拢无警惕心嘛，吼、哦，啊嘛无磨练过嘛，你就无迄个根基嘛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后摆你会摔一跤啦，就是讲啊呐，你甲看迄少年人有啊，一出世金汤匙金条条，唔捌困难过，到尾啊吼，伊到摆个时拢总无钱啊，迄个人变安怎个？哎、欸，啊，就变啥物拢嘛唔叮当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变废品啊嘛，啊，伊就自暴自弃啊嘛，啊，永远爬不起来嘛。所以咱若遇到困难的，无要紧，迄是予咱成长的机会，予咱磨练的机会。后摆你才袂跋一道都爬袂起来。咱即马练好吼，功夫的时阵吼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就是想到即刻讲，欸爱忍耐嘞，爱沉得住气嘞，绝对袂使相杀得掉啦。阿表，咱都在讨论，还是在研究？哎，不是中华民国迄个讲研究研究，啊，袂好是爱提研究来上安尼得掉啦吼。啊，无讲爱提钱来讲嘞，爱提钱来讲啦吼。那个以后我们不能用那个啦吼。啊，讲都在研究研究，我们不是他们的研究哦吼。好，烟酒烟酒是，安尼就完满啦。你若无提烟酒来，就完满啦吼。啊，咱不是安尼，让大家都沉静下来的时候，咱慢慢来当家讨论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守住分寸，才能深入人心。忽略本质，多是专制又独断，晚景会很凄凉。所以讲吼，咱即摆做官嘛好，做人嘛好嘛。就是讲，爱一定爱有分寸，
即摆的人足阿白，该坐对不对？无分寸嘛吼，所以我说了就算嘞吼，哎，我高兴就好。那有这个民族出来啊，都不相不成体统啊，我那都不成体统，都不足不成体统吼。所以讲嘞，无叫弟弟来啦，讲我高兴就好啊。啊，有影高兴就好嘛，啊，那别人不高兴怎么办？哦，是袂使讲我说了就算哈。哦所以讲，这袂使专制，袂使独断啦。哦，安尼到后壁拢无半个人要插伊啦。啊，管紧就非常凄凉哦。吼，当如果你现在坐上这个位置，当你下台去鞠躬的时候，你要想想，你是成功的退来、退下来，还是被人家踢下来那种。如果被踢下来，完全会产生凄凉。哎、欸，我无代无志做大官，啊，乃无代无志搁无头路，为人忍袂调呢？成功忍袂调哦，失败有人有法度忍耐无？所以我讲这个课，不要让你们踢到铁板，也不要让你们失败，一定要遵守。吼、哦，咱起来讲，话愈久领愈济啦，啊、嗯，所以讲吼。一定要注意这个代志。那么分寸是上师心中的一把尺，底线若越超越了哈，处处都是地雷，应避免受重伤。所以讲分寸呢，当然是你的平时对你的要求啊。你如果讲哪拢做代志无分寸呢，迄就是会踏到地雷啊。他什么时候要把你砍掉不晓得啦、啊，那么就是要注意了哈，那避免受重伤啊，所以轻伤也不好，轻伤也留下一个疤嘛，吼，为讲咧什么破镜重圆，啊，人讲啊破镜，哎镜子你该用啊做两块，啊用迄个内去，要安那五百五个一盘嘛，哦，所以讲尽量要完整，保持完整啦、啊，吼，较无。它不稳定了。来，守本分是生命基本能力，抵抗地狱是活的秘诀，活的尊严的秘诀啦。就是讲，咱即摆吼去上班，咱一定爱守本分。啊，秘书长讲，下摆咱的薪水足悬的足悬啦，互你有够用，但是袂使贪污啦吼。这保命的根基啦，你的基本能力。啊，你抵抗吼、哦，爱抵抗那个利用。你讲哦，拜托你给我创一个啥物吼？啊，我红包包偌济？要经得起诱惑啊，哈、哦！不要去爱那个不义之财，无应该咱滴嘞吼。那么你才活了有尊严啦，这是你的一个闭关，就是绝对唔好是。想要贪污啦，啊，唔好想外口什么利益，因为咱即摆吼全台湾吼，卖讲安怎啦，足简单诶，倒，啊，你选举讲摕500块，摕300，大家嘛会摕，啊，你敢知影我摕我拢安怎？我摕我会家己摕啊，我袂转互你啦，你知无？啊，普通人拢足好意诶，对无？啊，摕啊，甲转互伊，啊，转互伊即摆吼就要安怎去？拢由在伊呢。所以讲吼，咱后摆啊吼，唔是像我讲退，我无爱转互伊啦，连退拢卖退啦。我感觉即摆退嘛是有效，退你就是互伊投票率很高啊，啊投票率很高，伊就是讲你拢支持伊嘛，你脚无手软，转互伊啊吼，才着记在伊要安怎管的呢。所以咱即摆了解法律，吼，咱就绝对不会受诱惑。我捌摕到一票10000块的，你捌无？10000块的捌退票无？有无？也一只手咯。10000块的。从谁的当初？有、哦。10000块是从谁？那个时候你拿到之后要投谁？哎，那投谁哦？对啊。姓王的，很大那个啦。哦。哦，咱今仔拢伫遐咧闹我。哦、我无讲啥哦哈，无讲了哈，提醒自己哈，将日光放眼哈，处处着眼，
一大局，而不在眼前看小利啦。就是讲，咱眼光还要放远。后摆啊，咱薪水足悬以外呢，有可能我们的退休金很高哦。所以讲呢，绝对让你退落来。你若想要先退，退落来你嘛是吃不了。啊，你贪这一点点啊吼，红娘去枪毙袂好呢，对不对？敢那变形嘛袂好，卖讲变落啦，那个屁股被人家看到吼，就无好啊啦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迄屁股是咪足歹势？对不？那屁股是太太还是先生可以看而已嘞。啊，除了医生，我也看很多了。哦，我逐天咧看，拢看过廿十个以上啊，拜个吼。然后来，你必须步步为营，时常提醒自己，别去触犯到上司的禁忌。那每一个人有一个人个性嘛，每一个上司有他自己的禁忌嘛。那么我们要说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爱了解我们周边跟你相处的人，你才会当非常融洽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会用心去看一个人，他对什么最禁忌，啊，你才袂去踏到伊的红线。啊，你像吼、国民党去踏到美国的红线，对不对？人叫伊直接管是咧反共，伊咧去侵共啊。啊，安尼是毋是？那是拄啊救着咱，啊那是咱爱甲娱乐啦。所以他们笨的地方也是我们成功的地方啦。哦，伊若卖去签迄个一句话吼，伊若卖亲共吼，啊咱就继续拄好一直管嘞。美国嘛足歹势甲伊管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吼，因嘞亲共就是因贪心啦，因这个高层啊，就是讲迄连下下无回来就迄、那个。准备要把台湾卖掉，伊想伊，规世人啊，都我爱做总统，做到安尼，趴过涂骹咧浸土啊，都无做安尼，有生气无？足生气的啊！嘿啊，所以你台湾我就是来你卖互你去啊啦！你台湾人我就无爱甲你照顾啊啦！我安尼涂骹趴过浸到安尼哦，是足委屈的安尼，佫无做总统，所以我就准备甲你卖去啊！那么拄啊救着台湾啦！哦，嘛是爱甲娱乐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有时候坏事反而变好事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救着咱遮可怜人，咱遮遮诶台湾的奴隶啦，吼、哦，来，生气失控，感情用事，愈想证明自己，越是失去行事分寸，最后兵败如山倒。就是讲，你拄到代志的时阵，你莫一直吼，赶紧要澄清，讲你家己绝对对的，你定定都莫讲。等有时机，还是大家拢沉静下来的时候再解释。啊，若无吼，一生气的失控的时吼，一讲话拢足歹听，对不对？人咧生气讲话，敢会足好听？阮的老师教我讲安那。你若要骂人的时候，爱学啥呢？像在唱歌戏安尼，用唱歌唱歌啊。我讲，哎，你要安怎学啊？啊，就慢慢啊讲，啊讲足好听，就像在唱歌戏，绝对对方不会生气。哦，啊你若讲足紧的吼，力度够的哦，绝对甲你抢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感情用事，拄只我讲过的，你遇到困难，一定爱好好啊忍耐啊。因为咱这吼，比钓钓迄什么大家乐吼，迄头彩几十亿个搁较济呢。因为安怎，咱的身份用钱买不到啦。我即摆拢甲印名片，我讲即张要留阮阿孙呢。阿孙后摆摕像你看阮阿妈做总会长呢，是不是？那个社会地位啊，让人家认同吼。人对伊尊重，是毋是？这拢大家认同的事情。所以恁即摆遮大官吼，用钱买袂着啊。所以这个地位爱保留吼，比钱较好。吼、哦，你钱啊嘛，那外口食嘛，迄几碗尔，啊外口睏嘛，迄几位尔。啊，敢会像连战敢有讲四期，伊拢排排去嘛？吼、哦，啊，我以前的一个诶同事先生，你们讲啊？哦，啊你遐爱拼安尼吼，后摆啊你若大生我死吼，两个手袋哦，甲伊藏两百钱伫遐，伊讲我足爱拼，
我较早少年足敖拼的啦吼，哎呀，讲安尼啊，我想想有道理呢。甲爬去，我讲啊，死去都死去啊，你甲我囥两杯总够好，我嘛用袂着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变对我好就好啦。人啊，注定有诶，拢有啦。人讲三分起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打拼是爱打拼。要成功一定要努力，但是要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三分起注定哈、哦，所以讲吼。但是咱的命吼，所谓的命，我嘛去写一写，安怎去研究嘛吼。命就是你的个性，你的个性就是你的命，有赞同无？咱啥物？讲到十分钟，我们要休息了吼。到了吼，小看一下，看题目一下得了吼，差不多买完了吼，这有无？权力是让人麻醉，所以我们有权力的时候，忙忙做自己的。啊，这吼、哦，话是像咧檀香尔，忙吞落去。就是讲，你若听到人讲歹听话吼，你唔好牢记在心啦。你吞落去哦，一辈子都伫遐咧记遐生气。小聪明是职场的万能丹，唔是啦，唔是万能丹。所以不要耍小聪明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掌握咱的人性，就是。台面上，莫底下斤斤计较。咱人人性，你爱掌控住。人性的是讲，你要有同理心。人是需要什么，你给他什么，你莫跟他抢什么。这个很简单啊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跟他和平相处，不需要跟他冲突了哈。所以你要掌握人性，人性就是道德品格那个。我们要遵守，你一点遵守这个，比你台面上你谈啊计较来计较去，更加重要。啊，我们说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